小伙伴儿，今天戴手套了哈，就在这种地方赶海，这种石头特别多，一定要戴手套哈，就不用戴别的，戴这种的哈。然后翻这种带缝的石头，然后哎我觉得它钳着也不是特别疼哈，就是你戴手套钳着不是特别疼，但是尽量不要它钳着啊。这边有个小伙伴说，你拿着一个螃蟹拍来拍去的，我昨天是主要是没有带桶，我今天带桶了啊，看看啊，就抓几个意思意思啊。其实抓螃蟹还不是我的强项，我的强项是捡螃蟹哈、啊。像这种翻出来之后，你可以用手这么刨弄刨弄了哈、啊，有的话就看到了。就昨天给大家说错了，就是夏天哈、啊，夏天的白天有的时候吹大潮哈、啊，它白天也能抓着那个，也有大螃蟹藏在下边哈、啊。不过现在螃蟹没长大的关系，那。哎，啊，一般一个石头下边就一个哈、啊。哎，小石头蟹子就这么扑棱扑棱，有它扑棱扑棱动哈、啊。鲜的时候有技巧，别鲜浑了。哎呀呀，有鱼基本上就没有了啊！翻这个跑下边去了，跑哪去了？哎，跑哪去了？这弄出来跑了。哎，跑哪去了？这毁了。我去啊。哎，这螃蟹给我变魔术呀。这还在里边吧？我去，跑了。咱跑了哈，感觉这个石头下边应该有吧。哎呀，这个石头有点大呀。没有啊，这么大个石头下边没有啊，真可恶呀。哎，有啊。你别跑了，我翻这个石头累死了，你看。哎，你钳吧，拿你钳着也不疼。啊，又上一个，一个抹的哈，哎，再抓了三个，哎呀，看看这个石头下边，哎，是鱼，鱼就不用看了，这个能不能翻过来？哎，下边有缝隙，哎，有螃蟹，有螃蟹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钳疼。这个大，这个大，哎呀，哎哎，好、哦、跑着了，哎，这怎么还有人给我打电话？关键时候，关键时候怎么还有人给我打电话？我正忙着嘞，我正忙着嘞，正忙着抓螃蟹嘞哈、啊，哎呀，刚才跑了一只，现在才抓到四只。这大的是赤甲红呀、啊，啊，你看小螃蟹，你看没有？小螃蟹一下就被它钳毁了。哎呀，我去，它在里边是老大呀。像这个哈、啊，这个像孤零零一个大石头，周边的螃蟹没地方藏，它藏在这里几率比较高。大哥，有没有啊？这我这速度太慢了，油它也跑了。哎，不行。看不清哈，嗯，你这不是两个菜了，卤骨虾，嘎了，卤骨虾嘎了，嗯，那是不是再给你加个菜吧？我这螃蟹不要了，啊，哎呀，谢谢，嗯，我跑了好几个，还弄着玩的，是吧？